说他带了他两个得力的得手哈，一个是我们李校长李祥生，他来当新校主任，还有曾校长教务主任。那然后大家都知道，对这个新校主任当中很怕哈，除了新校主任很怕，有一个人也我们在我们的学生当中也很怕，就是郭多余校长。郭多余校长那个时候是当那个训练组长，他们两个一直动手了，糟糕了，大家都很乖了，因为被抓到就是被记过了，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校长是谢新洲，他很注重这同学之中的学术方面、学术方面啊，处的正在是，但是这个管理学生哦是训练组长郭多余哈，还有那个新校长，其实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全校最胖的两个人。一个是李祥生，一个是郭龙明，那看到伊那么惊，因为叫两个人都是爱两个记，那不是记个就是记个哦，太好听了啊！所以我看到郭校长这里，我讲我们当初的话，我看到你是，我是不大怕的，因为我比较没有犯规的习惯的哦，所以我是不怕你啊，我是很尊敬你，所以在这种学风之下呢，在校长很注重就是这些学。这个学术方面，那管理方面也是这些，像李祥生校长跟郭若仪，这个很注重我们学生的这些品格啊，还有这个，所以呢，在我们毕业，我46年毕业到现在已经是60年了哈。那么在60年当中，我们在这位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老师还是在是黄浩然老师了啊，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现在存在的是两位老师，我们都很尊敬他们。那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校长注重学生的这些学术方面，那么李校长跟郭若仪他是关注这个学生的这些品格了，哦，没有不要犯规了，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台南一中虽然是。台南四中虽然当时隔中高中都是二流的学校，但是我们是第四届，那一年我们大家都比照顾老师的这些教育，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啊，那么很努力做，大家都做来，毕业以后秉到这个原则，所以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在社会上做事情。那么我们同学当中有几个在社会上也很特殊的啊，那在座的啊。教育界最特殊的是这个郭腾吉校长啊，郭腾吉校长，郭腾吉校长他是台南市从台南家庄一直做到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做10几年，董事们都舍不得他退休了啊，因为他做的病，我想你可能在这个教育方面还是有受到李祥生校长跟郭仪这个校长的这些教诲，所以他校长做的很出色。初中毕业的，虽然二流的学生哈，对不对？那是二流学生了哈，不管努力或热闹，但是大家秉持这个原则，大家很努力做别人做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个前家庄这个应用科学，他名气很多啊。台南市可能校长直接就是他啊，所以可见这个台南四中那个说二流的学生，如果认真的话，还是有很大成就。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知道他今天没有来，那是以他做过法务部长，做过考试委员，还有做过司法院的副院长啊，在做官这方面，那么学术方面他也做过中兴大学的法律研究所的所长啊，那么这个他因为今天刚好也有事情不能来，他有跟我请假，他去年有来。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所以我要叫他来参加同学会的话，他如果他不能来，他都会跟我请假啊。大家都很好的朋友，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知道，这个李校长他在大同高中，他非常努力。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简报，对，完全是一个很，他跟那个我们以前的谢生中校长一样，都是很伟大的一个教学家。所以呢，当时我们台南初中是二流的学生，二流的学，但是到那一年是大概是民国40几年，我们是四
6点半好像是6:50左右，那个郑庄升档高中、市档高中，次庄就是省立的，高中都是省立在办，那么次庄的都是市立在办，所以那个时候，台南次庄的高中就到第八届为止啊，那以后就变成这个市立中学。那么在这种情景之下呢，这个老师这么认真的教导之下，风气也这么好的时候，所以我记得台南四中次庄部是第一志愿的学校，好，那么当然对这些成就，我们说要感谢这些老师啊，所以我在这里啊特别感激，在我们在我这次参加的会叫联络几个我们班上的同学，你看那些头发最白的啊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你知道这个最白是我的老师弟吧？差不多要每天几万同学，大概有10个左右。来参加这个校友会，那么大家就是秉着怀念这个母校一种感觉啊，所以刚刚说啊，还是来看一看啊，看看学校。那一看，有的人研究回来一看，哦，学校真的进步非常多了，跟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学校不大一样。我们当年是校长是李湘校长是44年，44年到这个台南市中来当新导主任啊，民国44年，那个时候，台南市中是跟红奖交换，台南以前他是在现在的中义国小，中义国小那个，在那里，然后这因为学生慢慢增加，就跟这个红奖国小学生交换，那我记得那个是高是民国42年，很多同学哦，都是自己两个人他一个做主。中一路到这里，跟他这个交换，所以这个交换的教室，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这个教室都是，应该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教室吧，所以没有电灯了，没有电灯，所以我记得在我们有时候下课以后就留在学校教室看书，写作业，那都写到这个天色晚了再回家。那我记得我的记忆当中，我们在有几个学生留在学校里面看书了啊，写作业。那么有一次那个李湘生校长，他也是半夜都到6点多钟才回家。那他看到我们还没回去，他就跑来看。那你们其实看到你们这个天气这么黑了，你还在看书了？他说我们要写习题了啊。他隔了以后，大概隔了一秒。他在学校里面，他就请示那个谢志忠校长。那个时候刚刚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是新的学校是在那一边理化大楼啊，理化大楼它是开放一间，让我们那时候我们是高三啊，高三大家要考大学，所以大家来，他就开放一间电灯，让我们整个晚上都在那边用啊。所以我是觉得老师方面对学生他有这种爱心。这是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激的一点，所以呢，变成说，他学校，场所不大好，没有那个设备，没有电灯啊，教室都没有，他还提供那个新教室里面有那个理化教室，还有电灯，那个接力教室，我现在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啊，那在最旁边这一栋，那个时候还好像，那个时候，所以让大家同学都好像我们都有很多人留在学校读书啊，那是到现在我是觉得。这些老师啊，对学生说非常爱赞，一种爱心的、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激。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是10月份，大概我10月18号我听，郭老师哈、啊，他我打啊，郭老师他说，李校长在哈、啊，他大概算起来是10月15号，所以听起来也是很欢喜的，这么好。教育人才嘛，他因为你们退休了90几岁了，当然我们站在学生的立场呢，那么我们还是依据老师能够积极保持健康下去，啊，这是我们这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老师，校友会的时候，那么刚好是李校长的追思会，所以呢，校长就请我来这里讲一下，那讲一下，谢谢各位啊，谢谢啊，那在这里我。各位，现在这种人
最好是要保持健康，啊，保持健康，健康第一要就是保持健康。那有些年轻人当然就是还要事业上发展啊，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了80岁的，大概最主要是保持身体健康最好。好，啊，是进入啊，各位参加的这个项目啊，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洪明远医师，接下来我们邀请洪明远老师。谢谢老师和各位来宾、各位校友和各位同学，我53年进入这个学校，当时是谢新卓校长担任的。我很感谢他的接触，他接触当时的四中要进来是很不容易的，非常认真说。四中已经是这个示范四中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是台南市一流的，也可以说台南县市一流的，而且还有外县市的，外县市的学生过来，所以当时的四中的学生非常好，所以要进来做老师的都要经过校长，校长认为可以。我当时很幸运的被谢校长接受和进来这个学校，然后我就开始教到谢校长退休，我一直就在这个学校，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学校一共是40年，从头到尾40年。如果要算的精算的话，可能要超过40年。他不当兵的，他就是服务公务就超过40年以上啊。那一段时间，我记得谢校长对我非常好。那时候的薪水，我记得进来的时候只有675块。这个675块过生活实在是难以过。我曾经有。很多以前的同学，他们出去不当老师，他们去做生意，或者去银行，或者去任何地方，这薪水都超过1000多2000，但是我只有670，所以那个时候的很多学生也是非常需要老师在课外辅导，那我就课外就另外辅导的时候到补习班去，但是。谢新卓校长更并没有学习我，他还一直说你外面有学生就表示说你教得好，因为没有学生就不可能有学生到你家里去或者到学校去追找你啊，所以新卓谢校长对我非常，我要追溯一下谢校长。但是我曾经那个时候读学是绝对不容易，老师在外面做课外舞蹈，所以就有一次被他发现了，记了2次申诫。但是谢校长说：“你在学校教的这么好，你也没有说你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外面自己进来的啊，都是别的学校的，也不一定是。”大这个四中的，所以他在接着说我不应该比等，所以他也给我提了2次的嘉奖，我拿不过来。这是我对谢校长追思。然后谢校长接下去的是李祥生校长。李祥生校长在进来这学校之前，谢校长还给他交代哪一位老师怎么样，哪一位老师怎么样，所以李校长进来过去跟我讲，谢校长跟他交代，你是这个学校的老牌老师请这个李校长多多注意一下，他也跟交代这句话，而李校长也真的非常重要就当时都是当时是国大中来
变国中了。啊，国中的时候，他第一年，在四中的时候，我也连续教了三年级，教了好几班。啊，有一次是李恒老师把我拉进去三年级的，然后就一直在三年级，从李恒老师那一届啊，后来还有59届，然后大成国中第一届，我都是拉下去就教三年级啊。大成国中那个时候是李校长进来了，李校长进来的时候就把我弄进这个女生的子弟班。所谓子弟班，就是说学校老师员的子女叫子弟班。那我从一年级我就叫三年级的这个女生班，然后教完以后，还在从一年级教第四届的女生班完了以后，都把我拉去担任男生的第七届的所以我差不多三年都是在大成国中当然直到前面几年我都是从一年级带到三年级。那这些学生也非常好，到现在还非常的捧场我，随时都会回来学校，随时都会替我跟我的名义来捐款。李校长对我的恩情我也永远记得，我记得谢校长跟李校长两个人都非常的刚正，这个刚正在当时也是不容易，因为要进入这个学校，有些因为那个时候的校长权力非常大，他答应就没问题，也不必经过什么争取，所以他让我进来说那真是不容易的而李校长还容忍我继续在课外辅导，这也是不容易的他对我也一直非常好，而且我还知道他每次不会收礼，你去给他送礼，他没有绝对不接受。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居高位尤其是当时的校长都是权大权威大的，那你要进来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提示，完全不做，完全拒绝。这两位校长我一直到现在还非常的对手，当然还有好几位校长也很好像后来的这好几任的校长也多一点对我很好。我大概历任了六七任的校长才退休的，而李校长十几年当我学校的校长，我受到恩惠非常之大我记得他非常注重学生的住宿，他住宿时间都会来巡查，看哪位老师到了没有。我们那时候住宿基本上都是七点就要开始了那老师都要尽量在七点前开班，我几乎都是在七点前赶到学校赶到学校就见学生住宿，李校长都会来巡查，看看哪位老师到了没有，哪位老师怎么样那好在我当时没有被他查到迟到的记录，而他一直也对我非常的好，他一直说王老师你真的不错教的不错，他继续鼓励我，他一直鼓励我，我说我受课里面这个学校一直有机会离开这个学校，我也没好意思就留在这个学校担任了40年的老师当然老师也是一直担任只有评点三名而已所以我现在的学生啊应该也上万名以上，而这些学生也都被就受过李祥东校长的教育的学生们也都非常怀念学生怀念这个校长，因为这个校长实在太好了，这两个人校长对我们非常好，当然以后的每一位校长也都很好，我们很幸运这个学校能够有这么好的
领导我们的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学校一直兴盛了很多年。当然现在是人口减少，慢慢的减少人口，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支持这个学校。我的学生还有会校友很多，老师也继续在这支持学校，能够有余力的时候都是尽量捐给学校一些奖学金啊。当然我退休是93年退休的，可是呢退休以后我每年都会捐给学校2万、3万、5万当然我收入不要，我也收入是已经退休了，收入也不会收很多了所以我都捐给学校